欢迎收看国光帮忙，一日帮妈初体验，谁会是最称职的家长呢？哦，你要讲清楚吧，你有办法飞高高飞15分钟吗？飞高高，飞高高啊，不是小朋友两个都有飞高高，我就飞高高，爸爸飞高高了。条条，不免惊惊惊艰险。一定要带娃娃车，你们没带娃娃车自讨苦吃。我觉得他的已经可以走路，应该不用娃娃车。哦、no, 他没有办法让大人走那么远。对，我有出门，我就暂时带个轮椅。哎，你坐上来了，你有看过萌学园吗？萌学园我有看过，只是没看到你啦。有看过果冻姐姐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问他你姐姐认不认识，他不认识，你会感到一阵阵心酸。会没有穿蓬裙吧？没有。可是我觉得看小孩的表情，他是故意的。对，他是故意逗你们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。子瑜是真的，人是真的。讲那个一日爸妈哦，我不懂带小孩哪点辛苦。我只能讲一句话，小度会丢。欢迎号角响起。号角响起。知道。请问一下，两位又出 EP 了？啊，对对对，号角响起003。万万人民，谢谢，拿不下来了，谢谢，看到就好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两位，那这一拖大概预计可以削多少钱？啊，因为现在年走尾牙这一波，年底了，现在差不多了，开始准备嘛，对不对？这专辑完了，刚好尾牙，在敲了，已经有一个跨年，对，要跨年哦。你们有真的印 CD 出来吗？真的有，为了尾牙。有真的有，没理你啊！两位就是什么时候正式转为那个金曲奖的常客？希望往这一方面去迈进。不急了，不急了，慢慢来，虚心受教，慢慢来。对，好，那个恭喜你们两位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要造成这个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大流行啊！哇塞，太厉害，好棒！我们这跑了这么多这个通告，就康哥讲的话最好听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新歌给康哥。来，介绍一下，预备。哪一首？我觉得，因为他们算是兄弟组，我们唱三八兄弟。好，三八兄弟从哪里？中间预备。从那个从三八开始。从三八。人生的彼条歌，人生的彼条歌，一个人唱伤孤单。回到我们今天要讲带小孩哪点辛苦？辛苦，真的很辛苦了。好了，真的，大家都是做为人父母。对啊，小珍，请问一下，带小孩你觉得哪一点最辛苦？哪一点不辛苦啊？从他小孩睁开眼睛就辛苦了，真的，就一路到底，怎么会不辛苦嘞？小孩陪伴就是需要很多的精力啦。没有吧？我看你每次喝的时候也是很嗨啊。小孩头发都长出来，你不累吗？就是轻松啊，对，长得都出来了，对。不过小孩子最恐怖的，就是无时无刻要盯着他。哦，安全问题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去饭店啊，然后妈妈把那个床铺啊，这样两个合成一个，哥哥就很开心，咚咚咚，然后跳下来，嘿，他们赖打，这样，然后妹妹跟在后面，他找赖打干嘛？咚，嘿，啪，哇，头上脚下这样，头下脚上这样。那时候就老婆就打你。
哦，没有，还好我那个时候在二姐的演唱会。是哦，那你觉得带小孩哪里最辛苦？就是要一直陪伴，陪伴，真的陪伴是最累的。我觉得哦，像我们在工作，老婆会说我们，你们工作好辛苦哦，这样外面跑，这样上山下海。其实我真的觉得最累的是陪伴小孩，我才觉得我在家陪小孩的老婆，他们才辛苦。不用讲这种场面话。又没关系。我们真的是这样，你一定是回家说，哎，我在外面唱歌也很累。没有，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。对，你下次会了。表面前不可能讲这个。不过说真的，小孩子哦，就我常常把我儿子抓来检查，你知道。我觉得你是有装电池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对啊，永远都不累，不会累的，永远都不累，不会累的，好厉害哦！玩什么都要一直玩，一直玩，嗯，我就觉得这个，对啊，他们的口头禅好像就是再一次，对啊，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哇塞！那你们觉得带小孩轻松？很轻松啊，像之前那个我去那个沈玉玲她家的时候，他们不刚生一个宝宝3个月，结果说好了好了，我来带，因为我很会带，我这样一抱以后，哎，我发现哎，沈玉玲不见了。然后雅雅也不见了，然后他们两个都跑去放风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说好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这样抱，我一个人就这样抱了，抱了2个小时，了不起，2个小时，2个小时我都没有下来过，而且这样一路这样走，从一开始那个他的那个沈妍希跟我是那个陌生人，到对看出有感情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啊，因为他本来就都会哭的，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一直在灌酒，有没有？都好乖哦，对，而且这样一直看一直看。说哎，这个越看越有感情，那我怎么这样抱啊？两个小时还给我以后，我就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继续抱。不是他很轻松简单啊？几岁啊？3个月吧。才3个月。那3个月最会哭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他还想说，为什么这个没有头发？哈哈哈哈哈！跟小孩一样，跟我一样，对，都没毛了。小孩好带啦。那丽姿，你觉得带小孩好不好？很轻松啊。对对对，超轻松的。到底是哪里轻松啊？到底是哪里轻松？表妹都是我带大的，从7、8个月，然后每年带到她就是已经上国小了，哎呦，就每年寒暑假都回去，可是我几乎就24小时都跟着他们呢。可是你也只是负责陪伴呐，你也没有就是干涉到他们的教育层面呐。可是跟小孩子玩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啊，不会累啊。所以你刚才讲到重点是寒暑假，对，寒暑假，可是你24小时哎。对啊，我24小时。对啊 ，OK 的。而且你还不生一个啊，那么简单的话。快哦！你看你是，好，接下来问气功大王，气功大王带小孩好不好带？只要你的体力比他们好，体力就体力，体力不要讲了，体力就体力。因为我以前那个，我下课之后，高中的时候，我是带20个小孩空手道班，哦，同时20个空手道班，大概是1个半小时课程，你不能停下来，你要一直俯卧撑啊，俯卧撑，然后跑啊，然后蹲啊，踢啊，打，然后他们就一直跟着，大概。40几分钟，他们的电池就用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招不错，我知道，叫折返跑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松的，比如说拉筋啊，干嘛？哎，小孩哇，我们大家凑够钱就是请他了，请他报名。而且他一次应付20几个，我们大家凑一凑嘛。对啊，对啊。而且你那课程1个半小时，你可不可以拉长到24个小时？但是我这个以前其实是抵我那个学空手道的学费。蛮钱吗？我们付你钱的。可以啊，免费给你。我觉得最好可不可以过夜？过夜不要他就好了，过夜好。其实过夜是，只有我跟你，我小孩不在。邱文好不好玩？带小孩。我觉得蛮可爱的，很好玩，而且很好带吗？我觉得小朋友 baby 的时候最好带了，对，他只要一哭，好可爱，塞奶嘴，然后吃完，对，好可爱，又睡着了，对，然后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，看电视，他在肚子里的时候更好带。吃，然后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。那你有遇过他发烧吗？目前没有遇过。对对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发烧，你就冰块就盖上去。我呀，今天是播出，你回去一定要把它录下。你自己讲过的话，你自己要记起来。你好好看，你以后就知道。以后我们就等他小孩发烧，我们就去他家盖起来。盖起来。
郑多宇，不是郑子瑜，多宇。对呀、啊。那你觉得小孩子好不好带？我觉得很蛮轻松的啊，就是像在养宠物一样啊。他有什么宠物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有什么需求你就满足他嘛，因为很小，他也不懂事啊。他一直满足他，那你就很惨，就完蛋，他就被宠坏了。真的。会啊，我遇到的都很乖，会不会是你们的就是？你是遇到的，你只是相处一下而已。对呀、啊，走过去，男主掉了，捡给他走了，真好带。没那么短吧？那我觉得你觉得很好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会得到报应。还诅咒了，杨丞琳就厉害了。你常常跟小孩子相处，你觉得小孩子好带？就是资深姐姐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带。我觉得爸妈真的不要再抱怨。没错，我们的姐姐真的比你们难上100倍以上，因为你要试着装24小时的娃娃音跟他们讲话，你看看有多累。你们可以做自己跟自己的小孩讲话，叫他怎样他就怎样。杨丞琳小姐，我跟你讲啊，就当我们在做这些装娃娃音跟小孩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酬劳的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可以用爸爸或妈妈的那个，就是正常的声调或者是正常的身份跟他们讲啊。但我们很累，我们真的永远都要装成天使，然后就是那种领钱吗？他们的偶像，然后他们怎样，我们绝对都不可以生气。所以天使公主都领钱的，喂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是，衣服不一样。觉得就是跟他们讲话，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。你们要真的试着放下身段跟他们讲话、嗯，对，水哦，放下身段，水哦，你有什么身段？我们老身段，你一直聊，我回家一看儿子，康哥，你不会叫？倒酒，你主持人呢？神经病啊！吃水果盘，试着跟他们当朋友，不要再觉得自己是爸爸妈妈，然后一定要他做些什么事情。我觉得他这个讲的还不错，哎，不要说我是你爸爸。像我儿子都不叫我爸爸，叫什么？叫外面爸爸。观众又给我听，最新的一炮是讲了两个笑话了，他都叫我美国队长。美国队长，对，身份蛮高。他就喜欢这种角色扮演。是哦，就像跟他角色扮演做朋友一样。对，那阿翔跟小朋友不相处了。没有，我们相处了，但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角色扮演。我们是对啊，比较中规中矩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一回就父亲好，哎，父亲好。没有，我回来的时候他很贴心，不是他很贴心的拿个拖鞋让我换，说爸爸你辛苦了。我们一整天的辛劳训练，哇塞！你老婆会带小孩哦？我们要慢慢教。然后你就转身就啊，老婆我的薪水这样。帮忙，我就是带小朋友出门啊。出门你们觉得最烦恼状况很多了，出门很多哎，小孩怕不见呐，对，小孩会怕就无聊，你就不要喝醉就好了嘛。你不要搞得我好带小孩在喝酒，你有点良心你，不要做这种效果。辛苦吗？辛苦。小朋友一出门真的很恐怖。小朋友出门真的很可怕。我遇过一件什么事情，你知道？我遇过的事情，我真的疯掉。就我们也是出国嘛，然后要回饭店，就我跟他俩专门说，不要睡这一间。啊？不是，我们不是，我不要睡这一间，我要睡那一间，就指隔壁的饭店，你知道？那怎么办？为什么？我就唬烂他，我讲这间太厉害了。明白。搞半个小时哎！我想最近进去了，马上一开门就有冰淇淋，我不要吃冰淇淋，没叫了，你知道？然后半小时慢慢劝，还不要先把，那我们先看个海边，带着海边去看一看，才哎这边怎么哎有蚊子，我们赶快走进来，那一路路骗上去电梯，我这电梯很怪，赶快这样。对不对？这个很麻烦的。那是你比较有耐性。如果他是指别间，我说没别间了，就这间。而且你只是应付一个。当然。譬如说我们去餐厅，对你那个四个，四个，哇，我不要，我要吃寿喜烧，我不要，我要吃意大利面。哇哇塞，四种意见的。哇塞，那爸爸要很有钱。然后每个人都很坚持。对啊。怎么办呢？后来怎么办？最后就我就爆炸了嘛。嗯。我的妈！翻脸，这多好，这下就乖了哦。82遍。对，而且
他们这样四个每一个都坚持自己要点一份，那当然是最小的那个还没有办法表达啦。对，三个都有三个意见。对啊，那个很麻烦。那你们两个觉得最辛苦是什么？带小孩？现在每天都遇到，比如说他现在没有包尿布了嘛，嗯，然后出去的时候就走走走，爸爸我要尿尿，就哦，要很快哦，对对对，这要很快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有时候你要去找那个厕所已经来不及了，就找那个水沟盖，就赶快冲冲冲，你不要尿，你不要尿，不要尿，爸爸我没有尿，你不要尿，然后他就。小朋友很奇怪哦，对，小朋友就是要尿尿就是立刻要尿，都不能先讲的。你拉下来屁，尤其是玩疯的时候，他们忘记要上厕所这件事情。没错，是。阿翔，你觉得最辛苦？对啊，是上厕所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然后就是说他不是要尿尿，我女儿她要。嗯嗯嗯嗯，哇塞哇，那赶快，我们在开车哎，又不是找个加油站，要不要找个便利商店？匆匆忙忙的就赶快停了。老婆看着车，我抱着就冲进去了。冲进去之后，赶快把马桶盖下来之后擦一擦，把他裤子脱了放上去。好，你可以，你现在终于可以上了。爸爸，我像上不出来，我不想上了。哇塞，现在要问一下，这样你们这样看起来，嗯，这三对哪一对带的最烂？哦。那最烂的第一对吧？喂喂，你不要做这种笑的，我跟你讲，对，这样很伤人。第一对，你们在讲的是什么？对啊，框出来，框出来，哎，我们带的很好。这种一看到就，哎呦，今天框这个、啊。而且我们带的是男生，你知道吗？超难带的。没关系，你们觉得不会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浩子觉得是？我觉得班杰跟子瑜都还。会不错，那他们应该应该很不错，而且你体力一定不好，带小孩体力要很对对对，我体力好的很，对啊，嗯，没有共鸣哦，没有共鸣哦，哎，要全年轻的老婆体力要好啊，对不对？你有办法飞高高飞十五分钟吗？飞高妈妈飞高高吗？不是，小朋友两个轮流飞高高，轮流飞高高，妈妈飞高高的，妈妈飞高高。阿翔，你觉得是？我也觉得是 Paul 哎，你干嘛那么认真啊？我真的认真在看哎，年轻朋友也许都还撑得住。对啊，有体力。体力。年轻朋友可以，老人家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对呀。没那么老了，老来得。对啊。好，那你觉得？我觉得可能是班杰他们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等下我先问一下班杰，你带是男生女生？我这次是带女生啊，班杰，班杰，打功夫给他看没用，对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不吃这一套，然后一直跑，他就一直哭这样，这个就要靠妈妈嘛，对，这个什么，哇塞，你们好甜蜜哦，哎，两个人哇，有 feel 嘞，夫妻脸，今天看有夫妻脸，嗯，那甚至你们今天你们这一对带的是狗，这个是走姐弟路线，姐，那请问一下你们带的小孩子是男生女生？女生，也是女生，可爱小可爱，可能 OK。哦哟，因为曾子瑜还算对不对，蛮帅的。对啊，就是帅的哥哥。变魔法啊什么的。然后那个杨丞琳很假嘛。职业伤害，我看到小孩跟小孩讲话就会变成娃娃音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自己抽烟不会影响吗？你不要喝酒，我不抽烟。你这个有效果。不要再来了，我跟你讲。你怨念太深了吧？我刚没有抨击你。好。那个今天他们那个一日父母亲，我们看他们做怎么样，请看第一对 VCR。三组扮演一日爸妈的艺人，都认为小孩很好带，但真实情况会是如何呢？先登场的是到水上乐园的 Paul、丽丝一家人，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难题喽。哎，红丽，我们都来了，我们跳水好不好？对不对？现在太阳还不错啊。好看。走了，好吧。很好玩嘞。跟我一起跳汽油舞，跳下去。汽油舞，汽油舞怎么跳？你来示范一下。跳过企鹅舞后，红丽终于愿意下水。当一家玩得正开心，爸爸却突然问出这个问题：“红丽，我问爸爸跟妈妈，你觉得谁比较喜欢？”两个都喜欢。两个都喜欢不行。如果有一天爸爸跟妈妈从飘飘河掉下去，你会先救谁？爸爸也好累啊，怎么办？你要就是，你来哦，哦，交这个职责，交这个职责。红林的机智回答化解了一场家庭革命。玩了这么久，该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体力吧。
是哪个鸡块？看，帮你呼一下。哦，你要哥哥啊！哦，我爸就会。你礼拜六是不是要唱歌？妈妈很想听你唱歌。对啊。你可以教我唱日文歌吗？我不是的哟，那侬，那侬。最后你说有个要求。对啊，毛宁可以进妈妈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第一次宅男女神被人拒绝索吻，拉惨了。毛宁干得好，干得好。干嘛？哦。好，哎呀，你要讲清楚嘛，三二一嘛。哎，不是Paul，是是是，录影的时候啊，穿脱衣服就不用你来，他来就好。他都不会脱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推那个橡皮圈是你推什么东西，他推我们就精彩了。我就推是，对。那你觉得一整天这样下来，什么时候最累？其实就是刚才飘飘河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摆明就是一个贵妇跟那个小王子这样。你是更没有在带小孩嘛？对啊，然后他们那边就你再带两个小孩。对，我在带他们两个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重点呢，我要 complain 一下，那天基本上都是我在做这种劳力工、劳力活，你知道劳力工。他就是这样美美这样啊，你们好好玩啊啊啊，累来喝可乐啊这样。影片中间有透露一点你想停他的感觉。没有，我是有跟他讲。我要反驳。给我停一点，你反驳反驳什么？他那一天一整天都一直说他想要再跟我生个妹妹，不是哇？没有，是那个儿子说他很缺一个妹妹。我说我爸爸妈妈录影不录影在那边搅和。他一直在拐那个小男孩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妹妹？想不想要？想不想要？然后他就说他想要，他就说那我们去生一个吧。对，而且那个儿子还很贴心，他说妈妈我好无聊，可不可以生一个？我们今天是办。我们是扮那个带小孩，不是叫你去伴游哎。我们真的很认真啊，因为妈妈就是因为顾漂亮，然后都是我中间有段剪掉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带小孩带孩子，妈妈你快点性感十连拍这样，在旁边看着。儿子都淹水了都不知道。那你觉得最辛苦是什么？没有啊，因为他是没有哈，他没有辛苦，不辛苦，完全不辛苦。不辛苦，因为他付体力，可是我付心啊，就是。我就是应该是整个寒暑假对你的带没有一直在玩水，我就很怕他着凉，所以我就是一直那个浴巾就是 stand by 等着他这样。我们只要一上岸就把我马上围住，对，就是。但那个浴巾从水里面拿出来也是。有屁用，好不好？三位，这两个带小孩给他批评指教一下好不好？还不错吧？觉得就小孩很无奈，而且小孩看起来好无聊哦。无聊，小孩还拼命玩。小珍很会带小孩，他们去游泳池嘛，那小朋友坐在那个橡皮艇啊，他就哎，三十大蛋，跑跑。海椒，海怪出没，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就好。你觉得小朋友太无聊？是小朋友太无聊，哎，可是你讲真的，我们去美国，你知道我一个人带三个小孩在飘飘河，哎，而且他们每一个人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小孩很多，大家都是分批，我们大人根本没在玩的，大人是分批在顾小孩，带他们去玩。因为他们小孩也多那一次，小孩很多啊。豹子觉得，其实那个游泳圈还好，那我们有游泳圈的才真的是很累，你要永远都要这样抱着他们，而且那个还不能生怕对呛到一口，稍微往下一点他就呛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有时候他就说，就刚刚那个深水炸弹呐。然后就要把这样把两个这样弄上去这样，然后一个一个轮流，哥哥跳完以后换妹妹这样，然后有时就两个一起扑通，我又这样，两个一起跳下来，吓到，对，真的会吓到，对不对？难怪你最近变。帮忙，刚刚那个深水炸弹呐，然后就要把这样把两个这样弄上去这样，然后一个一个轮流，哥哥跳完以后换妹妹这样，然后有时就两个一起扑通，我又这样，两个一起跳下来，吓到，对，真的会吓到，对不对？难怪你最近变好老，被吓坏了。好，这是第一对，第二对，哎呦，班杰他们到底去哪里呢？请看。邱慧文、班杰带小朋友要到走很多路的动物园，他们撑得住吗？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哪里？这边。我看到。看到吗？小鹿斑比。要不要我帮你抬高一点？高一点。看不到动物。
看得到了吗？哦，开心，看到就可以了。哎，班杰，才刚开始你就这么没耐心，动物园又大又热，很快的状况就来喽。姐姐，请背我的啊。我背你。终于到了，大象，终于看到小孩最爱的大象喽！但来动物园可不是来看看大象就可以哟。来，要去北极。北极。要去北极。哦，刚刚我们离北极这么近，现在离北极这么远。来，很远。对啊。好远呐！非常远。我们在这里耶，我们要去这里耶。女儿都开口说了，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。好，六条白白。我要跟你人条条，不免惊惊惊见笑。要抱起来。要是不要？老板看不到哦。没有吧？应该要抱出去吧。太严了，我们就在这边看。你帮我拿一下。哎，我把你抱起来，抱起来，你就可以看长颈鹿。呀，呀，有没有看到长颈鹿？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我怕怕。OK， 我帮你带下来，准备哦。不要，哦，那不要下来。下来。OK， 我用蹲的。任务达成。耶，太棒了。叔叔拜。爸爸，这一样这样吗？快点，他想看叔叔爸爸。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哇，小心点，小心啊！看到你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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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不高不高，不可怕。不高吗？不高不高。这个爸爸就专门在哦，对啊，爸爸都很轻松，收主意的，撑那个伞就好了。班班姐等一天就等最后那个，就是要那个，这个一定要骗小孩嘛？不是你那个看一次就好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他看到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他看到了 ，OK 了，我们去看别的了。看下一个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因为其实动物园很大，很大，我们带他去看很多动物。所以他真的带自己的小孩，真的要剁的，有可能。要剁的。累了哦，你累不累？不累，累了吗？累了。睡觉回家。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台北市立动物园啊，是这个在亚洲来讲是数一数二大，世界大，它真的蛮大的。而且我们看大象那个地方，在跟北极的那个。很远，因为我们到北极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去北极？他说不要，不要，我要看大象。然后到大象很远哦，他都说我要去北极。我就觉得说最累的是你要拿你怎么样让小孩跟你，你不要跟小孩。去动物园不是为了他去的吗？对，不是，就变成我们是掌控者，糊弄他的行程就对了。所以说累的不是体力，是心计就对。对，要功于心计。因为他要干嘛？你在旁边设计。我说现在我把设计到牛怎么办？这个你一定要进去的时候就跟小孩有那个商量好，因为像我们很常跑乐园的，乐园才累嘞，因为乐园他没有遮蔽物还要排队，那天排就两个小时，然后一定要带娃娃车，你们没带娃娃车自讨苦吃。是因为他就是我觉得他的已经可以走路，应该不用娃娃车。哦 ，no no no no， 他没有办法像大人走那么远。对，而且我要出门我都想自己带个轮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坐过来。不是，而且你们身上的东西也带太少，我们这个带小孩出去，妈妈包什么东西，大包小包的，娃娃车不见得是给娃娃坐，有时候是让你放东西。摆货的，对。而且你进去，你就要跟他商量好，你就说，你看我们现在在这边，我们要把整个动物园玩完，我们要走这边，先去看什么什么什么。你要跟他商量完，对对对，自己先规划。你们的误解，他们两个眉来眼去，最累是怎么会有这个小孩？对，多余的那个，因为摄影机在拍，你知道那个班姐迟迟无法出手。一直被抓到，这一次比较难，因为是一个女生。对，她完全不给爸爸碰，就是就让我牵我抱我背。我跟你讲，我去过一次最累是，因为你知道动物你也没办法控制，小孩没办法控制，那我。
坐，我要坐在这边嘛，我说哎看大象，然后大象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，他就是用屁股对着你，然后就哎那怎么办呢？那哎这个大象大象，我们走吧，没有没有，他没转过来，还没转过来，嗯。真的好大象干嘛？不是吧？太久了，你知道？那大象也不太动的，你知道？在那动物园，他自己吃他的草就。对。喂。我们带片也是看一个犀牛，他完全就蹲在那不动，说：“哎，好像雕像。”后来我就骗那个小孩，我都说：“我跟你讲，这个犀牛太拽了，十秒如果他不看，我们就走了，好不好？”然后就倒数，十、九、八，然后一直数到一，然后啊，他真的太帅了，我们走吧。烂犀牛，然后就走。烂犀牛，犀牛抓自己有错吗？对啊，这招成功了。可以啊！可是我觉得带小孩去动物园要做好很多的准备耶，因为像我们有去带他们去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夜间动物园，那个很推荐，因为他是坐在车上的。可是小孩每到一个就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动物？”哦，妈妈，这个是什么动物？这个是老虎。妈妈，那这个另一种老虎？那一个呢？老虎，老虎。那个比较大只的老虎，小只的。妹妹，你看别的地方好不好？你要做好功课，要知道什么动物是哪一种，要介绍，对，要介绍，要有办法讲故事。像那个狮子，我们看两个狮子，对，一个狮子在睡觉，然后另外一个在那个外面，就是晒太阳的地方。他跟他讲说，为什么他在洞里睡觉？哦，因为他昨天上班很累啊，然后打字很多，然后电，所以眼睛打字很多，里面有电脑，他要进去上班，他什么都出来。你跟他讲故事，他就 OK。就是你们两个真是没多把刀 ，Google 都查得到。我说哎，我是狮子啊，对对，现在非说没有啊，他打字哦。小的，像妈妈，现在你刚刚讲说他没在打字，我们办公室，妈妈，你为什么又在编这个？你知道我妈说他在打字很扯嘞，他就会已经 hold 不住了。不过你有一点做很好，帮小孩子散风。看得出来母性哈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就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一直在找喝的，一直好渴这样。好，这个这一对这是比上一对好多了，感觉有比较温馨一点了，就会有点妈妈的样子。会有不错，可能像有母爱，有过经验，快了，可能快。什么？怎么快？还有，那班杰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，你知道不？好像一个怎么的感觉？忙，都有点妈妈的样子。那班杰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，你知道不？好像一个怎么讲？继父的感觉。继父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原来爸爸是一个小朋友。对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对，你看，子瑜和晨曦来到了台北市青少年发展处，当起了一日爸妈。首先第一关就先下猛药，看看他们如何和小孩一起攀岩哦。这时候手就可以抓一起。好，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可以，你不要怕，可以。头上妈妈那么累啊！脚脚用力，用力，有没有自己的菜？又没有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玩？有没有觉得很好玩？你看到妈妈爬上去之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啊！怎么了？你要变身了？不是，我要挑数字啦。可怜哦，妈妈完全被无视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。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看来女儿对攀岩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们赶紧转往小朋友最爱的纸飞机。哎，你这个好厉害哦，又像船又像飞机耶！哇，而且还像一顶帽子哦。对啊，你是要做帽子啊？你有看过萌学园吗？萌学园我有看过，只是没看到你啊。那你有看过果冻姐姐吗？随着亲子关系越来越近，那就赶快前往互动性更高的活动吧。你有没有溜过直排轮？没有，没有。第一次哦。对。来，你好聪明。小心哦。可以吗？你走得比妈妈还快哎。哎。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你今天这样子跟我们一起玩啊，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呢？
下来这里面哦，杨真熙适婚年龄哦。嗯，我吗？是啊，适合感觉里面妈妈味重的是她。我吗？嗯，我觉得我那天还蛮姐姐的，我看到小孩我就一直想要跟他就是当朋友这样子。就除了爬那个墙壁那一段，不是我那个，我真的觉得如果是家长带去，然后不爬，那真的很浪费，因为那一个人真的很贵，你知道吗？像不像妈妈？像不像妈妈？我经常转回来。打计算的概念，真的很贵。你们今天这个看下来，还是等于只是陪小孩子玩，还不到带，带是真的。而且有冷气，对，那个有冷气，对啊，那个冷气最舒服的是你，对呀，啊没有，最舒服的是Paul。对，碰其实最哎，你旁边那个就穿着那样，对啊，下大雨打雷。其实最累是他们呢，对，都是对呀，碰那个完全是鸳鸯戏水，对，玩一玩玩，还是漂亮。那你觉得最累什么？我觉得全部都很累啊，因为一开始他怕生，他都不敢去尝试，所以我们都要想办法让他有勇气去玩呐。激发，是你又没攀岩呐？哎，我其实有攀呐，但是被剪掉。有我一下就好像去了，难怪你叫郑多鱼嘛，攀个岩还被剪掉。那溜冰鞋你会不会溜？我会啊，我很厉害。那为什么你有安全帽，妈妈没有？妈妈，因为我头那天绑太高了，会像一颗香菇，戴不进去，对，戴不进去。你会不会？我会啊，你会？我会一点点，可是小朋友学的比我还快。当然，我们刚看出来你完全不像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在那边当他的目标，然后我叫他慢慢说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先从这样走五步过来，然后我在这边等。他是有方法的，他有小孩子很温馨的，真的。他有小孩子思想，对，他有小孩子思想。像班杰就说：“你滚。”他不认识你，有没有感到一阵阵心酸？那是因为没有穿蓬裙吧？没有，可是我觉得看小孩的表情，他是故意的。对，他是故意逗你们讲，对，不好意思。子瑜是真的，但是你是假的。对。蒙学文同学，我觉得他是真没看过你。难道没有看过你？你有演吗？我演我蓝宝，我第一季我男主角其中一个。好帅！我也没印象。外景小朋友都会叫我蓝宝。你做直销啊，蓝宝。蓝宝不蓝爬？对啊。职位蛮高的，蓝宝，蓝宝哥哥，蓝宝，今天没有小孩，对，小孩子成功了。我问你哈，就是之前刚刚讲说其实不累，那真的带着小孩子，其实里面只是带一天一个短时间，整个下来你的心得是什么？我觉得其实真的要用心了。不能够说一分一秒都不能够放掉。对，以前如果是带的话，还可能说去晃神一下，或者说去做自己的事情。但如果以后是真的是自己的话，真的24小时每天心思都要挂在他身上才可以。真的是自己的指别人，真的是自己的话，自己的话，那丽丝怎么感觉？我觉得会萌生情感，就是你会一天。越一天越来越爱，就是越来越爱他。不管跟他做什么，你就会放感情进去。那是真的，而且会离不开。哎，就是因为我两个小孩都有一个毛病，刚说还不熟，然后就你谁呀？你谁？就是不是很熟，不熟。但熟了以后就哇，那个情感会越来越分不开。对，因为我光是相处一下下，可是到后面就是甚至都不想要离开的时候，很想要抱抱他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你什么心得？我觉得重点是妈妈。什么？真的，心思摆在妈妈上。站的重点，如果是外国妈妈，像我妈妈那个小孩，就是放任，是，就是不理你。你看谁在那边，你要游就去游，就是完全不看你啊。真的，真的。那我是这样长大，我带我的妹妹跟弟弟也是这样带他们。但是我来台湾之后，我发现台湾的妈妈或是家长很想参与小孩的每一步。对呀，当然要啊。哦，我觉得。国光帮忙。我来台湾之后，我发现台湾的妈妈或是家长很想参与小孩的每一步。对呀，当然要啊。哦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这样有参与感。我们在国外看那些爸妈，我很佩服他们。对，那小朋友才一两岁嘛。旁边游泳池，他们也哦在那边吃他们的东西，看都不看的。他可以把小朋友丢在游泳池，他自己游哎，可以这么做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如果老婆是外国的，我觉得再生没有关系。但如果是台湾的，我目前是还在考虑当中。考虑。那
文文，你觉得什么心得？我觉得小朋友真的是你随时随，因为那个妹妹其实她很爱我，她随时随地都要叫啊，要牵牵，就我随时随地都要。是牵牵还是钱钱？牵牵牵牵牵不是一百是一千。然后我买东西啊，我拿东西拿包包，她都牵，我要牵，牵牵都要牵。然后你就会其实跟她相处下来会觉得。其实他还蛮窝心的，就很听话。女生的哦，女生是这样。然后他就还会抱这样。哇塞，男生我求我儿子，你给我牵一下好不好？而且女生她最主要是因为不是你们自己真正的孩子嘛，所以说她对那个班杰是害羞的，其实也没有害羞，是真的不喜欢。他就让我买冰淇淋而已，工具人。他感觉到杀气了，以为是打过小孩。那你们两位有什么心得？我觉得真的是，如果老公可以的话，真的要找年轻一点的，就是。那天的话，对啊，那天我们在玩那直排轮的时候，前期其实都是他陪他在玩，对啊，然后我就坐在旁边休息。但是我觉得我就关键时刻出来，就是可能要验收一下，看看他。关键时刻，你就坐在那边等他拉，你在做工程，总要学到一些东西啊。好，那这个两位人就是你们带小孩带了一阵子哦，对，有没有什么心得？其实看他的反应就会想到自己，然后我就反而我会去问我妈妈，我问我妈说，哎，我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小时候是什么时候才开始会这样子顶嘴还是什么的？会投射。那妈妈跟你回答什么呢？哦，你比他坏多了。没有啦，我妈妈也就大概跟我讲一下我小时候大概怎么样，就是会有那种同理心。当然。对，会觉得啊，以前好像自己太皮了还是怎么样。对，对不对？会这样。做了父母才知道自己父母的辛苦。真的，真的。以后浩子有什么心得？有时候一定很累，但有时候我超开心的。像今天早上我很开心。怎么了？我帮我女儿洗澡嘛。她最近刚去上学，然后她就说她哥哥，她跟她哥哥读同一间学校。她说：“爸爸，那爸爸那个哥哥在学校是负责捡柠檬。”捡柠檬，哥哥为什么在学校捡柠檬？对，哥哥负责捡柠檬是美国的，是捡美国，为什么要捡美国的柠檬？是美国的那个负责捡柠檬，复仇者联盟。负责捡柠檬，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捡过柠檬？今天早上才发生的。是，所以真的啦，就是我刚才讲，就当你自己有自己亲生小孩以后，你才会想起来说，哇，自己当年父母亲有多么的不简单，把我们拉把大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都是这样健健康康长大，一个小孩子要健健康康，我们都很开心的。对。那很多人常说，哎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哦，我们这真的很多愿望，大家说，哎，卖 gay， 其实我们只有一个愿望，小孩子快快乐乐，健健康康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后来学的是这些，还是角膜炎？对啊，我想到就突然觉得，我妈带我真的，你是累了吧你？不累还不想哭？一定要再听一个欢乐的歌曲，欢迎我们带来山歌。看聚光灯都打在我们身上，哪里有舞台哪里就是主场，歌声亮心飞扬，个个武力高强。我们是最耀眼的那颗星星，发光和发热是存在的意义，大声喊我的名，我叫万万人民。